小禎79天激瘦20公斤，大肚腩变不见大腿超细。小禎瘦身成功 ，PO 减肥前后对比照，图翻摄小禎脸书，2018万0302。女星小禎胡盈珍之前因罹患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暴肥23公斤，身形一度圆。最近她在脸书透露自己戒酒79天，瘦了20公斤，并放上对照图。网友夸她瘦若两人，大肚腩不但不见了，连大腿都狂瘦一圈。其实小禎之前生病，曾一度发胖到80公斤，每每被媒体偷拍时，都会拿她的身材大做文章。不过她没有因此而难过，反而正面积极地减肥。小禎表示自己减肥最好的动力就是拿一件以前瘦的时候穿的外套，然后再努力把它穿回去。结果终于能成功扣上外套了，相当的开心。而之前曾有不肖业者拿小禎减肥成功的照片拿来卖减肥药，这次小禎又瘦身成功 PO 文时还特别强调，绝对不是靠什么烂诈骗瘦身广告，骗人集团会有报应来警惕他的粉丝不要上当受骗。不肖业者以小禎照片骗财，图小禎脸书，2018年2月23日，去年12月生日时，小禎曾发愿要戒酒半年，不仅如此，还进行规律运动，控制饮食，果真肌瘦了20公斤，让许多网友直呼，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瘦的，哇，身材回来了，天啊，超细的腿腿啦。原本看不见缝隙的大腿现在变得超细，图翻摄小禎脸书，2018万0302。新闻授权来源 Now News。